来，小梅沙队的庐山神剑给你们开互动啊，切了鸟阵。打地震，官方旁边鸟阵大克对面地震，对战方是使用了花果山再加神木林的一个阵容，那么主战方这边呢是化身寺普陀山啊，化身寺普陀山女儿村这个龙宫狮驼岭，那么这个整体的这个阵容呢，其实一定程度就是为了专门打212去的，那么对战方我估计是可能会用一首国标来打观战方这边的212。那么两支都是咱们682队伍，观战方这边是小梅沙啊，对面是庐山圣境，互动给你们开一个。看你获得了大五宝，可以啊，很舒服啊，很舒服啊，哼，很香是吧？对面也不是换错位置，刻意用花果山占了一个速度位置，因为他觉得观战方这边这个人整体的一个速度是不会特别快，所以说想让物理系的速度能够拿到。3000万战神，为啥没人来？哪里没人来？好，顶了一个。那么狮驼岭先变身。那么观战方这边普陀山的这种阵容呢，偏向于就是防守反击，就是颠倒五行抗风。那么首先颠倒呢也是挂给了这个狮驼岭，狮驼岭呢只要保输出对吧，就是一顿臭飞。对战方也是着重清狮驼岭的宝宝，但清狮驼岭的宝宝其实也无所谓，因为狮驼岭这个门派飞完之后还能拉出，也不影响这个回合。那目前来说，观战方这边两个输出还没输出过啊，三高战神的主要还是看输出啊，主要还是看输出。那么狮驼加龙宫的一个面伤呢，再加上3000万战神之后呢，他的一个面伤能力肯定是非常强的啊。主视角这边女儿还拿了速度啊，对面当前打字没。好，灵动也是打起来了，龙宫是不是会起龙战？对战方也是选择了一手破甲。破了关在花果山，狮驼岭，哦，对面是212，我操，212打不过啊！对面没有上国标，上了小211，真打不过这种211打这种龙，纯送，飞了，飞宝宝神，3000，2400，1500，1500，弹了个墙，我操，第一把飞机，已经开始暴击了，第一把飞机，秒过来真的是不痛不痒。龙宫的威力还 OK 啊，这第一把飞机他的一个爪印还没叠呢，等叠满爪印了之后狮驼岭伤应该会比较爆炸。第一把飞机有这个数据已经可以，毕竟是鸟阵对吧。由于对战方也是被大克了，那么输出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限制啊。刚才对面神木林秒过来数据大家都看到了，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好，落花直接给狮驼，那么飞完之后关在狮驼又出宠，对面当头新宠。小梅沙这次拿了3000万战神，预约50单怎么没了？有啊，怎么可能预约50单没有？都能预约啊，抢宝箱都能预约啊，怎么会没有啊？肯定有的啊，对吧？你这里可以预约啊，你这里可以预约啊，在这边可以预约，升级了，你看，是吧？好，世界之窗也是有3000万战神是吧？然后没团队啊，是这意思吧？那么投资会不会被落花、啊、出不了手，
啊，莲雾封对战方的一个方寸，对面是方寸盘四啊。啊，和尚直接是推血，人心都不跌了，因为他会觉得观战方这边这个队伍主要是一个面伤队伍，啊，所以也不太需要去叠人心，只要保证自己好的，保证好自己的一个面伤回复就行。啊，对面花果山直接开始飞，一千六，卧槽，是。这飞机他妈的飞六百，这对面有金刚的一个数据啊，有金刚的一个数据，飞施多令还比较疼。那他这个阵容呢，他两个输出系抗性肯定是不是特别好的，施多令几乎是肯定是全力的，所以他输出系的抗性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三个辅助的抗性，无论是法防也好，还是防御也好，这三个单位的抗性都是特别特别好。好，再封一手对面方寸，这把命中，对面方寸也是立盾。那么观战施多令可以飞机了，点上一把血灯，持续保了施多令的回复，治疗1182，1182的点灯呢，也是因为加了治疗强度。战神，风狮头命中，盘丝有些卡，但是没有观战化身满。可想而知，观战方这边化身拿了这个。速度位置15%速度位置没有对面盘丝的快，盘丝只有5%的速度变卡。观战方这边和尚，和尚也是变得化魂，那么速度够慢的可以正好卡着去解这个封印，就是提壶啊、水清啊，去保住自己的出手。那么施多令被封啊，这回合不能飞。那么对面爪印当前叠了一层。宝箱怎么可能不长经验？已经，我的宝箱都能升级了，你的宝箱怎么可能不长经验啊？龙宫现在还没起龙战，观战的时候狮头龙宫，这两个门派的话，能够把面霜打到一个极致。好，女妖精啊，有一手抗风，并且宝狮头令可以输出，甚至可以超飞。再挂上血灯，那么对面也是考虑到大皇冠他的花果山伤害比较低啊，所以说选择了平感叠满天，不输出，伤害太低，飞不动，几百的飞，破碎有贴，非常细，600破碎没事，平感还找满天，好，风卷残云六层风铃，看一下，我操，六层风铃就卷这啊，他3200战神的属性真的太好。六层风铃就卷这，宝箱没经验的，手机没经验嘛？我可以跟官方反映一下，好吧？是 PC 端的涨，然后手机端的不涨是吧？是这意思吗？我跟官方反映一下，没事。给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啊！对战方这输出是根本打不进来的啊！他输出啊是真的根本打不进来。哦，这兄弟手机能涨，啊能涨，他能涨，你看5分钟啊！我操，你们他妈的！
现在已经好了，现在已经好了。官方说已经修复了，官方说已经修复了。来点灯，那么主视角这边血灯全部挂满，对面面伤是根本打不进来。这个阵容啊，他现在面对了一个问题，就点杀，点杀没用，对吧？好，电刀五星躲避，点杀，我点杀，点杀没有用，对吧？点死失踪令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他连双回复，那我面伤根本打不进。看对面飞机，1400、800、300，我操，400，这。两把满天，完了完了，炸了，要炸了，要炸了！这个伤害对对面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为这个时候他根本就是。找不到来突进观战方这边的办法，比如说我要打点杀，那么我这伤害点杀肯定是不成功的，对不对？我点死失踪，点死龙宫没有意义，辅助不死永远没有用，你医术不死永远没有用。好，和尚走金星啊，再回复。那么主视角这边呢也是没有怎么进攻啊，主要是点满天。好，这把再次命卡封，卡封石头里命中。好，金高打上，那么石头里还有三回合的一个变身，本来是准备飞两把。不过被封出不了手，这个我说实话有点恐怖啊，有点恐怖。就是给庐山圣境也是一支16强标准的团队，你知道吗？但是居然根本切不进来，虽然是大被大克啊。虽然是被大克，但是根本切不进来。那么石头里还有两回合变身，这回合呢可以选择连环击或者飞机都可以。那么和尚呢可以起到一个保宠的一个作用，因为他人物的回复普陀的血灯完全足够啊，普陀的血灯完全足够，而且有风系一速的控场，那么就证明主视角这边有风系一速控场之后呢，他输出系的一个出手环境相对来说要好一点，对吧？猴子3000万将神为什么没这么强，那我怎么知道，属性呗。好，风方寸再重，破甲给狮驼了，给花果了。对面也是把金刚推上，他数据输出太差了。好，再封法系，盘四挨个封。好，开了石头岭的封印，提气，两把满天，没有爪印，飞了，准备，我估计准备飞了啊。对面花果山还在飞机，1700、1500、600，啊，这把推上金刚了，1700，哼，他宝宝也耐啊，暴击1600，飞了，哇！我操你的！我直接贴，残忍！这没爪印啊，没爪印啊，没爪印，那是一层爪印刚叠的，叠满爪印之后的飞机，可想而知，会有多恐怖。飞宝宝要7000-8000，飞宝宝要7000-8000，就是他飞机飞虫啊，要叠满爪印之后至少要上万，估计要上万接近。那么狮驼岭也是可以叠被动的啊，乾坤卷修改了观战方这边的一个狮驼岭的五行，但是没有用啊。观战方这边有颠倒五行，你削弱五行有什么用啊？五行之花的颠倒五行的注释里面有一点，就是无视任何五行克制，没有用。所以乾坤卷是削弱不了颠倒五行的单位。
好，开封。那么主视角这边，血量还算是比较健康，对面花果山是属实飞不进来。这边龙宫呢，反正球也不起，对吧？主要还是让苏多领输出。那么这把苏多领是没有变身的，两个输出器全部给了颠倒，两个输出器，因为对面的两个风石，它大概率有，就但凡能出手的情况下，肯定是封印关照帮那边输出器的，对吧？那这里这个辅助也封它没意义。好，再封方寸，再中。好，灵动灌上，私聊我。好，咱们频道是个69减一组啊，有一主播他有一个那个活动，就是520减一之夜鉴定补贴，然后这是鉴定，主播不提供货，所有未鉴定装备自己准备。梦幻西游69减一大家庭日渐强盛，大家为了团队的荣誉，激情竞技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减一极限装备属性，为带动各个玩家积极性。为此9008项羽直播间推出70级装备潜意之夜鉴定补贴活动，潜意之夜还有补贴，类似于无级别之夜鉴定人造70级装备，任意装备出潜意补贴20块钱，当然70级装备也比较便宜啊，带有潜意加特技特效金青罗汉愤怒的300块钱，带精致加2000200，带有潜意加水清笑里野兽光辉流云放下破雪金刚琴音100块钱，带精致加200，就是潜意之夜，这个在68的项羽直播间鉴定，就是有时候520嘛，对吧？想去有就玩潜玩69潜意组的，对吧？有想法去玩一下这个潜意之夜的，可以看关注一下这个项羽这个主播哈，咱们频道的。打广告可以啊，不能刷礼物啊，懂了没有？对不对？都是在咱们自己频道的，对不对？就举办这些比较有意思的活动啊，打广告没有问题，这个肯定是作为我们来说肯定是，对不对？只能说前辈了，前辈来说肯定是毋庸置疑，不能刷礼物，好吧？我们说好，如果你硬要刷的话，下次就不打了，可以吧？那么主视角这边你还是找机会啊，他的这个阵他的打法呢一向是这样，就是先酝酿啊，先酝酿他的一个状态啊，先酝酿他的状态，先点个灯，对吧？酝酿自身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漫天啊，包括狮驼岭的一些被动，狮驼岭也是有被动，在经脉里面有被动，就好像是宝宝飞了之后就提升伤害还是怎么样，好像是这样子，当头一棒啊，有贴想点上一把石头来防止石头岭的变身，因为市场 PK 的对战方石头岭花果山占了一个速度位置，拿到了物理的医术，他其实也是主要想拿物理医术啊。龙宫的数据其实不算特别的养眼，但是只能说一般啊，只能说一般。毕竟有灵动嘛，对吧？毕竟有灵动，球也没起。哦，他是云龙，对对对，他这个龙宫是云龙，对，忘他这个龙宫啊，经脉是点云龙，云龙。就每什么叫云龙呢？就每回合卷一把掉你50点蓝，对吧？20回合掉你1000点蓝。得卷20把掉你1000点蓝。好，再破甲啊，那么其实也是要把破甲丢一丢啊。狮驼岭准备飞机了，因为观战狮驼呢，没有宝宝啊，所以飞完之后出宠啊，刚刚好。对面继续来一手风，好，没有命中，好，出了一个奈须啊，顶上一个蓝，好，狮驼岭出宠啊，没有去飞，宝宝先拿卷，龙宫继续卷。卷700，化身4有法防临时卷不动，云龙嘛，对吧？这也正常。出了一个奈须啊，观战方这边禁忌法爆的宝宝应该是一只奈须。
们大家也都在等这个斯托林的输出啊。他斯托林现在输出是比较不持续的，因为爪印就是也不能叠加起来，输出比较不是特别持续，有的时候考虑到被封嘛，对不对？所以输出并不是特别持续啊。那么爪印也是对面身上也是没有爪印的一个状态，那么他是斯托林也是点爪印的，不点预售。好，普陀罗汉其实不太需要接罗汉的，接罗汉的宝宝宠可能是人物没有任何压力。其实好，金庆啊，这把金庆呢正好解掉了这个落花的一个状态，非常的舒服，顶小蓝就顶小蓝，飞宝直接神，有盾4200，2100弹甲，飞孩子7000再神，飞对面盘丝2000啊，5600。这个再次把斯托林的宝也清飞，那么主战方这边要求斯托林继续补宠。那么因为前期呢对战方药品也比较多啊，主视角这边想打进去呢可能也没这么简单啊，因为对战方这个阵容呢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纯抗性的一个变卡，这个一秋点的盘丝点的变得幽冥娃娃啊，方寸也是和尚也是变得幽冥娃娃，方寸呢也是变了一张红萼仙子卡，都是追求抗性的一个变卡，并没有任何的这种慢珠啊什么东西，但打他啊，没人变慢珠，变慢珠不傻嘛，对不对？他本身速度就慢，对面继续罗汉，愤怒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控啊，因为本身观战方那边速度不是特别快。好，清静龙宫。盘丝走金。回血，那么对面旗子加魔镜，看看对面旗子加魔镜之后的花果山伤害如何？3400平砍没有出满天，好，再补充。那么他这个阵容呢，其实到后越到后期，就是他是有以上的，不是说我跟你打后期，对吧？就是只要我扛住，那么打到后期他的伤害应该是对面根本扛不住的。因为为什么呢？举个例子，就观战方这边首先一点，那么到后期有战神宝典没问题吧，对吧？第二点，观战方这边带的都是，就比如说法系带的肃穆星河，越到后期越能爆；物理系带的千斗金尊啊，就那个酒杯，越到后面，物理的暴击几率越高啊，物暴几率越高。然后另外的话还有战神宝典，对吧？所以他到后期之后，他这个伤害啊，是有一个质的飞跃的，有个质的飞跃。宝宝无所谓，他的宝宝很多都血宠，他的宝宝啊，你亲他宝宝，你不亲个40-50回合，你估计亲不飞了。哦，他和尚没事干的，保宠来。好，噬魂贴普陀。那么噬魂贴普陀呢，主要是防止普陀给电刀五星给石头领。那么这把盘丝是一定封石头。他一定封石头。好，他保宠了，活血，你看直接满，对吧？法防利一利。飞机了，看看对面旗子加魔镜的飞机怎么样？1500，1800，1200。那么我们注意一下，破碎是。你畜生啊！你他妈把他拦，把孩子拦打光了。那么对面花果山是一个满状态的一个花果，我们可以看看对面花果山的状态。破碎6层开辟，对吧？240点伤害，金刚、御勇3层满，对吧？然后无所遁形2层，魔镜激发啊，就这就飞1000多，状态是满。所以从侧面也是体现出观战方这边这个队伍的一个抗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还是比较强。庐山圣经硬件不差的，物理系也至少16+10，至少16+10。好，笑了普陀山。好，化运青莲，花了对面神木林，因为对面是不想让对面秒了。这他妈本来就数据差，还加化院，
缠住啊，回一口。二八九八，没有爆，顶小蓝。好，石头林不能动，破碎。你来，来，大家一起破碎。反正我有宝宝顶小蓝，我也不怕，对不对？破碎就破碎，谁怕谁？一起破，然后把对面蓝也破光了，对吧？观战房这边石头林都不开封印，本来是可以飞机，他又不飞。哎，我就是玩，你爱破碎吗？破起，来一起破。也是一把破碎，四千多，对面也没来了。然后对观战龙宫还是个云龙啊，他这样破碎啊，对面蓝一掉光之后，那个云龙一直卷，对吧？你很难受的。你别看五十点一回合啊，很多的。你自己要用法术，都是150点，就每回合，对吧？都要掉100多蓝，就你顶2000蓝量，你十回合基本上也就光了。啊，十回合基本上光了。应援我不知道应援在哪里啊？你们武神兰助威参与了没有啊？有没有兄弟没有预约的？啊，都帮忙预约一下啊！没有兄弟预约的都帮忙预约一下。这武神兰预约啊，帮忙预约一下，点点预约啊！很多兄弟都点了，昨天才4万多人，今天5万多人了。啊，宝箱有经验啊，我都20，看到。自行车给大家发放一下啊，午餐好吧，在咱们直播间，咱们发午餐，管饱啊，100块钱中午管饱不？对不对？概率均等，自行车一辆，管饱 ，OK， 100块钱应该能管饱，飞了，弹夹，飞孩子4600，贴了，啊，对面是罗汉。管饱啊，自行车啊，一概率均等的1毛钱自行车，100够吃了中午，对不对？1毛钱，你的1毛钱吃顿午餐，你到哪吃去啊？好，宝宝继续飞，石头林宝飞了好几个了，可能要出孩子，可能要出孩子。对面也是把罗汉接上了，女儿再进一把。好，颠倒五行啊，把石头林的颠倒也挂起来。那么下回合还是有清净状态的，就自行车是1毛钱的礼物啊，100块钱的一个午餐红包啊，大家可以送送，充个1块钱，今天会好，充个1块钱，对吧？可以送10次啊，今天会开好几轮。好，再破碎，九霄龙锥啊，这个灵宝呢是。让对面单位受到的伤害增加啊，九霄龙锥受到了法术伤害增加。对面用这个破碎的方式去限制你石头岭出手也是可以的，他这个是比较刻意的一个战术上面的一个安排，对吧？就是让花果山占了一个速度位置，就是速度快过你的物理系，拿物理一速然后破碎。啊，九霄龙锥意思就是降级法防嘛，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受到了法术伤害增加，不就降级法防吗？一个意思。应援开不了啊，没有战队啊，你开谁战队？哪个战队的应援啊？对吧？没开应援啊。好，继续挂灯，挂给宝宝了。法防宠，抗性一般比较好。对面也是一手残珠推，推一下宝宝的血量。孩子爆了，好，罗汉金钟。那这次打法呢，也是为了降低下。其他这个圣龙啊，65回合就怕判，60回合其实就怕判，别的倒没什么，就是怕判。800花果山根本飞不动的啊！你这果子啊，飞是飞不动的。400，好，再龙锥，
苏堤春小将是2008，把那个战果给你们统计一下。2008一分。实战也是结束三分。诗情画意啊，这些都是轮空啊，紫禁城对不对，文涛啊，都轮空了。关战这个队伍呢，你输出是要持续的，越秒越猛，或者越飞越猛。好，没有风中。战神里面有个抗风啊，战神里面是有抗风的，所以打21的情况下面，哎，不是特别好风。你看这7000，黑宝宝直接飞，直接翘，3600，4600，3400，哇！这坨子我操你的，这坨子神经病吧，这坨子我操。直接飞死啊，直接飞死。而且对战方和尚到现在为止没跌人心啊，没跌人心，很难受。你必须去跌人心了，因为你不跌人心，关在龙宫卷就够你手里尸体的，对不对？能介绍一下这个狮驼呢？这个狮驼呢是梦幻西游的第二宝珠，伤害是第二宝珠，以前出自紫禁城的敏帝，当时敏帝那个号呢是被秦叶买，后来秦叶卖号的时候被这位是秦叶卖号了呢，是四清买的，四清买了卖号了之后呢是前曲阜孔庙的老板高德文成功龚总啊买了这个宝珠，然后龚总卖号的时候呢就被这个老板收入囊中了这个老板是第二宝珠。那么这次呢他们还携带了3000万的一个战神，所以再看小没杀，携带了3000万的战神。自行车1毛钱礼物送的是概率均等的100宵夜100午餐中午餐，好吧，有送这个自行车的兄弟们可以送送，弹幕也给你们送一个，好吧，没人刷礼物没事，五神坛一般都是福利发放，对吧，弹幕又吃的稍微差一点，68完事了，好吧。开一个自由弹幕，好吧。怎么选的？自由弹幕怎么选的？不知道怎么选。点关注就可以。好，点关注就可以啊。点关注就可以。那么主视角这边现在反正他无所谓的，失踪令直播宝飞的比较快啊，孩子也没出，其实可以招孩子，魔镜一加上对面压力更大。弹幕风暴嘛，啊，花一个自行车，你直接礼物里面找那个自行车参与就可以了，这个你直接礼物里面找嘛，礼物里面找。
礼物里面找一下那个，找一个一毛钱的自行车送了就可以。找一毛钱的自行车，这个比较好搞，比较简单。没有余额不足的话，只能充一下值了啊，充值也稍微充值一下，充个一块钱。好，再来一边推啊，那么对战方也是保重血性，还是没有封中，就战神的抗风维陀护法。破分身腾挪9900飞化身48005000 5900腾挪，这他妈的这疯狂鹰击属实很疯狂。龙宫可以起龙战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起龙战，其实龙宫是可以起龙战的，特别当对面有罗汉的，下回合他有罗汉的时候可以起个龙战，配合施托领的一个面上输出才是关键。好，清一下虫啊，对面刚零元推起来的宝宝血量基本上又被打压下来。好，再破甲，破甲肯定是要一破光，对面和尚也是要叠人心了，抬龙宫。宝宝，因为战神也其实也加宝宝属性，战神也加宝宝属性，所以说哦，孩子来了啊，孩子来了，魔镜了呀。风卷的其实也不是特别有所谓，对于他来说这血量完全是扛得住。对面这个面伤是根本打不进来，这回合啊对面要清孩子了，孩子我估计是防御，对面神木林可能是单秒清孩子，这孩子是一定要清，这孩子如果不清的话，这魔镜加上石头领飞机就更恐怖。好，吹普陀，有拍，好防御3000啊，单秒。好，法师有把金啊，回了一下孩子的血量，看孩子能不能站得住。好，力劈也跟了，防御我估计不怎么劈得动啊，孩子速度慢，抗性应该不错。好，没清飞啊，没清飞的话，那么主战方这边可能和尚就保。没清飞，基本上和尚必保啊，必保。飞机来了。30回合，越打到后期啊，他伤害越高，还越能爆，主要是带了那个雾爆的那个法爆，四级法爆雾爆，上回被落花了，所以没动。好，封一把神木，那其实封神木的主要是为了防止亲孩子之术。好，罗汉继续盖。和尚肯定是保孩子了，必保。当头直接贴防御破碎，盘丝也没来了，然后云龙一直卷，云龙一直卷。就这样的，他这 PK 就这样的，不着急飞弄死你，对不对？我能飞，能加魔镜，我就是不飞，我就是玩要破碎，就给你吃破碎，盘丝也没来了。然后卷着卷着，其实龙宫每回合掉50蓝嘛，他龙宫只要一直卷，对面就掉蓝的。你罗汉其实也不影响掉蓝，他这是一个云龙，他之前这个打法，之前咱们也在进回当中看到过，进回当中看到过，非常恶心。越到后期啊，对面各方面的
这个战斗物资啊都会越来越少。蓝药，对不对？大金药品消耗也越来越大。对面也要吃破碎了吗？失魂，嗨，他可能也要给你吃破碎了。好，盘丝没蓝了，只能立盾。顶了一个，好破碎，哼！啊，石头岭被封没动，本来飞了。好，还顶顶紫心，就是不让你亲孩子。孩子不好亲啊！这回合有各种血灯，对吧？有紫星的一个状态，还有普通的血灯，能回三千多血，能回三，就是回合开始的时候能回三千多血。自行车没有送的兄弟们可以送送自行车啊，可以送送自行车，自行车概率均等的一百五餐，送一个自行车就行。好，空了吧，盘丝的金青，这个是蛇卵，应该是蛇卵。我这回合石头里没蓝，好，开封顶蓝。正好魔镜飞了，咦，四千，对面孩子防御了。花果山这个点是真的扛不住。什么这、啊、把自己贴下贴死，这个逼本来是满血，贴了对面花果山一下自己死了，搞脑子。就这样消耗，就这样消耗。他这个消耗啊，就打的各方面的消耗，他不是就是单纯的消耗的一个点。正常来说 PK 的，正常来说你 PK 对不对，我要么消耗你的药大金，要么打你九转，要么打你大金，要么打你五龙，对不对，要么打你蓝，对不对？它是全方位的消耗，啊，全方位的消耗。破碎打你蓝，飞机全秒打你大金，对不对？意外造成尸体打你九转。五龙丹方面其实倒是没怎么多的消耗的，这是实话。好，对面宝典了，观战宝典还没起，还没起。好，龙战。对面属实也是没办法打不进来，顶个球，对，顶个球有啥用？这龙战鱼也大幅提升法伤，龙宫的化身技能。好，悟空傀儡，给石头岭限制，石头岭输出了，因为对面两个风系全部被封了。颠倒五行，继续抗风。孩子已经满血，好，顶个蓝六百八好像不够飞。
好，战神宝典4.0元，也没有去飞，反正顶的都小蓝，你破碎让你破碎，他也无所谓。九霄龙锥，再加。波哥已经在，波哥不在啊。波哥跟这有什么？这个团队的指挥呢是宇哥，宇哥呢打 PK， 怎么说呢？跟别人打的不一样。别人打国标，对吧？他打双峰，别人打双峰，他打这种什么双辅助、电刀五行、抗风流派。龙宫的九霄龙锥呢是降低对面法防的，降低对面法防。灵宝，龙宫的九霄龙锥是一个灵宝。对，就死扛，然后输出啊，就是这样。这个，所以说我之前跟你们说过，他这个打法其实有点像之前的明明，你们知道吗？啊，躲避，封不中，维陀护法来了，起飞了。魔镜激发，防御对面有点难受，宝宝的防御得，我操，差点又被飞死。好，龙战群秒1000-9000多，本来是直接飞死，他说身上有长神。有长神的护盾，所以说破了这个护盾，2000多的一个护盾。好，没罗汉了，没罗汉，龙战又是要承受一波龙战的面伤。金青解落花正好，就他专门带宝宝卡小蓝，你这破碎啊，你除非把把破，不把把破没用。风卷。满风铃的风卷2000多，出宠了，没变身了，这回合要去变身，女儿估计还是出宠。对他来说，只要保证宝宝成型啊，我越扛到后期。其实我的爆发能力越强，本身他的门派里面是没什么爆发的，对吧？没什么爆发。他这几个门，这两个门派都是不是爆发性的门派。花果山的爆发一定程度上要比石头岭强一点，魔王的爆发肯定是要比龙宫强，甚至神木的爆发也是比龙宫强。龙宫输出太过于平缓。风中不让你变身，关键现在化身其实也没有怎么去用他的水清，这破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性的意义。龙站起来还是有一定威力的，高连宠，林中鸟，贴了一下，还被清飞，关键宝不怎么神啊。一直在飞，出了一个灵中鸟。哎呦，这个卧槽，这个血宠静台的，应该有静台的血宠，10000多血。那么继续开封印变身，对吧？顶蓝，五号宝宝是可以无限顶蓝的。好，再破碎，他无限破，孩子正好配速，卡上一个蓝就可以变。他宝宝真不神，
两孩子，仙力加魔晶。所以这个队伍呢，其实就怕被判，判呢总归不好说的，对不对？就看打后期能不能推到。那么目前来说，打了不到一个小时，52分钟，打了39回合。他宝宝不怎么神啊，所以说一直在飞。笑话声断你罗汉了，继续破甲，全部破光。好，鹈鹕啊，这时候保了石头里的一个出手，顶蓝当头啊，直接切啊，这把正好是一个血线，正好是一个血线啊，驼子也是没有飞出去。先例啊，各方面打一打之后伤害还是比较可观的，这龙宫毕竟3000万战神，对不对？毕竟3000万战神。其实打到这个时候啊，所以一般队伍都快出结果了，对他才刚刚开始，曲阜战胜台州湾，普陀山战胜郑怀楼，这个队伍结果也都出来一分，学武3分，珍宝3分，梁山1分，3分，1分，3分，1分，3分。好，兰亭战胜花样年华啊，他点的石头岭当的，点着石头岭当头的。咬正的没什么状态，石头岭还是不怎么飞得动。石头岭神器上面的被动啊，它不显示在它的一个状态栏上面。所以死了其实也无所谓，罗汉了一下。把两个孩子先保住。好，盘丝继续给你罗花定神香，直接解。这龙宫啊，仙力加上秒秒也还 OK 啊，挺痛的啊，感觉就是不神，孩子就是不神，观战宝宝是真的一个都不神啊。石头岭宝宝估计差不多了，六七只应该有。那继续飞啊，这个时候没选择，一旦当对面宝宝不太 hold 得住的时候，正好是你破他这个铁桶阵，是不是？他地震加了抗性，啊，又是全部耐属性变卡。自行车还有2分钟啊，100元的一个午餐，没有送自行车的兄弟们送一架自行车就可以了啊。弹幕给你们开了，好吧？没有送自行车的兄弟们送一辆自行车啊，送一辆自行车就可以。好，又是一把破碎，出宝宝了，不着急去那个。
还一分钟啊，一百元宵夜，一辆自行车概率均等一毛钱的礼物啊，一毛钱的概率是均等啊，你送一辆就行，不用送太多，送一辆。然后弹幕给你们开了啊，没有弹幕参与的免费的参与一下。吃午饭了，差不多了，十一点。没有关注主播的，点点关注啊。主播是盲人，可以是盲人啊，这样就是盲人。哼，男友乔木。马上开了，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啊！这个概率均等的午餐，这样就忙了。我先发个奖，好，金刚推啊，正好要配速的宝宝，要不然对面一直破碎也很难受啊。机器蓝应该还有啊，这话这个是啊，飞七千八开始爆，有机器这把金刚状态还是不错。我操，这他妈的神经病啊，这伤害啊，要么别爆，爆就死人，对不对？感谢大家自行车啊，感谢大家的自行车支持，感谢。那这个时候对面已经比较难受了，因为龙宫一直在秒，龙宫一直在秒。那么狮头岭这个门派的话，反正飞机只要爆你就死，对吧？只要爆你就死。中奖的兄弟看私聊啊，中奖兄弟看一下私聊啊。那么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基本上积分也都要统计了，这个应该最后一场。好，缠住腿，没有零元，没有小四海了，1750的一个推选，三点零元。好，还要去执着的清宠。因为对面飞机根本打不进来，他飞过啊，对面试图的去打面伤啊，可是真的是飞不进来，飞机就400、600、啊、这样飞，啊、对面花果山400、600这样飞。放那边吧，没时间吃，一会儿下播吃。放这边，我是真的没时间吃。哦、我没用完呢，你。那里是有东西就扔吗？好，方寸走了一把金啊，血量很残，这时候所以要走金青啊，树洞里还能飞。盘丝应该还是控石头啊，啊，控龙宫了，颠倒五行，颠倒五行，好，水晶石头再保飞机，顶个蓝，破碎，没有贴，空蓝了。你现在对面罗汉接上了啊，还好，还好。只要破碎能，其实 PK 呢，主要是对面带了破碎，他花果山如果不带破碎，持续让这石头领，这破碎其实起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作用啊，破碎其实作用还可以啊，有一定的作用，这破碎。没有带破碎，观战更舒服，石头领出手更肆无忌惮，现有破碎还能牵制主战，这一把破碎你没蓝飞。好，灵动打上，好，
鹈鹕灌顶解封顶蓝，继续飞无魂双法宝没铁飞了，魔镜也来了，别爆爆就是死人对不对，可是斯多林就是这个宗旨，你别爆对吧，你爆就死，要么就不爆对吧，飞飞就给你爆死。他这个法宝啊在四十多回合的时候其实效果已经不错，他法宝在四十多回合已经不错，就时不时的飞机都能爆几个对吧就可以，其实好笑断对面罗汉，对面人拉罗汉盖上化身罗的笑错落花成泥，再给石头林，那么下回合最后的变身转印也是叠了三层彩，我这个宝宝的血是真的多啊，七千多彩掉了半管不到应该是一个近台的，那么石头岭最后变身被落花了也是出不了手，对面是花果山虽然对吧尸体被压住了但是也没什么用，实际上对面就只要龟速拉起来就行，下把和尚去活就可以了，再控方寸那盘四反正无限风输出你石头岭好了风封龙宫对吧，龙宫好了封石陀无限控输出盘四还是没有控中，全队满血，一把残珠过后全队满血。好，也是开宝点啊，六点零元宝点。龟速宝拉起来就行，花果山其实无所谓。好，继续给你顶个蓝，没变身了，还是要变身啊。鸟阵没办法现在都是法防临时对吧，你鸟阵虽然大颗但输出肯定是不会特别特别的爆炸，那鸟阵本身不加输出对不对，你大颗也就加了 10% 等于说你开本虎阵被开虎阵就没办法磕等于说你开本阴阵被小磕对不对，等于说你开本阴阵被小磕主伤 10%， 虎阵的话无论你怎么磕都有20%，好，再控你变身还是没控中，感觉要舔了这把，是吧要舔了，感觉要舔，感觉就是要舔，这宝血太多了清不掉，石头岭应该是最后的宝宝，宝不多了，你是不是开了延迟，没有啊，这无魂一直解不掉的肯定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对不对，你不舔什么时候舔啊，这无魂解不掉啊，笑花果山的这时候呀，就是要找机会笑花果山，你不能被破碎控变身，变身还是要变出，还有24分钟啊。
好，空了和尚，对面出了一个须弥，秒了三百血。哎，你别冲动啊，你跟他判，你别冲他，你冲他你要崩的，你他满血，全满血，电刀五行，你他妈招什么都没用。活血13580，对面懵了。啊，对面一脸懵逼，这宝宝他妈的怎么这么多血？好，再顶来，继续顶给狮驼岭。那这回合解封，那这回合解封，然后变身。那么观战这几回合的一个面伤呢，也就单纯的只有这个法师在秒，别的单位都没出手。他这队伍至少，他这个队伍啊，最好你跟他打三小时，真的。他时间越长，对他越有利啊。最好你打三个小时。他又没什么消耗了，除非消耗一点蓝，别的还有什么消耗吗？他没什么消耗的。那大金又不用吃了，基本上全部满血。断你变身了，好笑，开始笑了花果，不让你破碎飞机，看看对面花果山飞机的数据，800 600 700，这个神经病，哎，对面果子他妈战神宝典顶起来了，他妈就飞这。好，这宝要飞了，还是虚弥秒，虚弥上神了，飞了一只没神，观战。啊，气宝带的不多，这气宝解不掉了，你看，解了那么多回合没解的，带了两个气宝。我这回合无所谓，反正落花了，怎么着都一样。石头力宝好像没神啊，好，再效力啊，控你罗汉了，好，杀石头还没杀死，有守魂啊，增加了抗性，单秒。点女儿点到狮驼令身上去啊，怎么回事啊，点不死啊，真点不死。狮驼被落花了，所以没动，狮驼被落花了。这时候对面状态不是特别好，没防御圈，对吧？没有防御圈，然后没有指人，这把应该飞出去了，画面卡住了，看到没有？飞出去。好，再笑啊，继续控李罗汉。没封中。天，7000，3900弹甲，被和尚开贴，3400，花果山又死了吧？6500，法师也要死了，163，
看到没？一波飞机之后，一把龙卷双杀，又神了，又神了一个。对，你不要让它飞出去啊！这个时候让它飞出去，你有点 hold 不住。紫禁城赢了啊！这个第一场的一个战报啊，在右上角，大家可以看一下。好，顶蓝舍身换须弥，普陀速度没有对面花生快啊！哇，这须弥，这怎么这么猛啊？还没封中，再来。要崩了啊！对面要崩了，开了鬼眼防轻隐身宠啊，出了高连啊，守尸体的。花果山也是出宠，那么这回合对面方寸倒地啊，他根本控不住关将狮驼岭，大特技这时候可以随便让你接，我狮驼岭的面伤就要你好受。啊，宝宝有战神，对，他宝宝召唤兽能力1500万也是满的。炸弹，我操，好猛！舍身自己，化身肯定是有宝石头了，这手肯定是宝石头。好，清虚，好，魔镜拉上起飞，17000，震死了无所谓，贴了一个，宝宝飞了。被物理直接死啊！物理是肯定扛不住的。再贴了一个，宝宝贴神了啊，自己也死。好，高连，对面人没拉起来，可能是刚那个宝宝就是5号位宝宝拉的，飞了10000直接飞了，没了。这鸟正式通灵，有这个输出已经不错了啊！对面和尚现在来不及了，顶蓝都没时间顶，只能无限舍身啊，只能无限舍身。好，罗了一个，啊，现在全是高连。上个有报，还有15分钟啊！到后期对面是不是感觉你？这可能看到，你可能看到，40多回合的时候，你觉得观战也冲不进去，对吧？然后打着打着就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观战开鸟阵是无所多余的，你知道吗？他不用开鸟阵，他开把龙阵啊，对面早崩了。说实话，开把龙阵，对面已经是肯定没有了，100%。这他妈的泼天800，5000飞和尚。泼天800，和尚也死没了，结束。甲组啊，不是乙组，庐山胜境对面，观战小没杀。胖虎在啊，胖虎怎么说？
还行不？这小梅沙，三千分真的还可以不？打他，你只有国标，你，哎，你只有国标点，对啊，你双峰打，你回时间越长，你死你越死，就是打两小时的 PK 双峰更烦。这场 PK 虽然花了一个半小时，接近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吧，把对面打崩的。但是，其实一定程度上面你可以看得到啊，就这个 PK 其实观战对面是根本没有任何突进能力的，他根本突不进来，根本突不进来，没有一丝丝机会突进。林中鸟没打到，高连，好触发林中鸟，高连，触发林中鸟，全林中鸟，还可以的啊。林中鸟也不便宜啊，多少钱一本？啊，兄弟们，林中鸟多少钱一本？对面脚下蓝圈是九霄龙锥，龙宫的门派法宝，两万左右，那也不便宜啊，对不对？打不溜的不便宜的。本来几千被老王玩贵了，也行吧。好，缠珠再推啊，一零五零，实在没办法回复了。对面和尚蓝也没了，主三方面云龙嘛，这龙宫是一个云龙啊，所以说一直在举，每回合对面掉五十点蓝，震死晕死，这搞个叫了，咦，六千。所以宝宝站不住的，飞机持续来，宝宝站不住。好，风卷了一把，六点六层宝点，风卷。好，触发林中鸟，嗜血追击，我操，有花招的。林中鸟嗜血追击，怎么了，卢总？充电吗，卢总？还打耳叔？怎么说，卢总？啊，卢爷爷怎么说，卢爷爷？三千六，林中鸟。连击触发林中鸟，这林中鸟就可以充电，可以充啊，你充好了无所谓的啊，这种东西充电这种东西你随便充啊，你能把我充死，我就不服，就跟你刚，对不对？你可以充啊，又想抽充我五十个火箭是吧，坏蛋。充电有反有啊，感谢卢总的充电啊！哎，卢总，充电肯定有反充电啊！充电，五个幸运币，五个火箭，小黄鸡，四个药丸，十个火箭，两个爱的航班，两只小黄鸡，二十个火箭，三个航班，五十个火箭，两只兔子，一个鸡，一百五十个火箭，两个兔子，三个幸运币，四百个火箭，充电，
充电也无所谓吧，充气。卢总，卢总又要搞我，卢总。结束了啊，对面也是没有任何机会。充电记录在这边看，这边，然后点到这个是这样子，然后为爱发电里面有个这个，点开来是这样子，为爱发电，你看这样子，充电记录在这里，全平台本直播间都可以看。拉了，你要拔吧，你这稍微难得拉一次回口血，卢总，对呗，对不对，卢总？回口血，难得拉一次回口血啊！好，11点半说在这，还有。